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跟苗栗县议长钟东锦同台，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。那么在政治色彩上，蓝白合黑白配的论调喊得满天飞，我尴尬的来了。正是因为要选苗栗县长的钟东锦争议太大，现在就连柯文哲自家选将，包括像高虹安、黄珊珊，都被外界观察到似乎有意切割，要淡化讨论度。肩并肩走入会场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二十号合体苗栗县议长钟东锦，两个人见到面隔良好，但随之而来却是蓝白和黑白配标签满天飞。昨天那个就是一个市政的交流，是二十几位议员到台北市来，不要把它再做政治的操作。台北市好的政绩，别的县市愿意来参观，其实完全都是一个不知情的状况，也是透过媒体才得知，目前跟我这边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关联。一个切割，一个淡化政治味，高虹安、黄珊珊都不想让火烧到自己选情，巧妙和柯文哲保持距离。他有个大位的一个期待，所以会导致他在政坛上的这个跟其他阵营的互动，不会只是单纯的变成他为了他的盟友、为了他的党员去做浮选，他们是不乐见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，真的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人害全党。柯文哲盘算总统大位，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外县市浮选。泥沙台风期间，因此引来批评，网络负面声量突破27000笔，正面声量只有7054笔，足足差了三倍。高声量夹带高仇恨值，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拼战首都的黄珊珊。如果之前是比如说柯文哲攻击中央的什么防疫啊或什么政策，也许对黄珊珊不会扣分。但是当今天是你的市政议题被拿来质疑的时候，柯文哲就会成为黄珊珊的包袱。我觉得黄珊珊得要突破一个困境，就是你的声量不能不及柯文哲。就算是同盟，也得各自盘算。柯文哲布局总统梦，黄珊珊首都市长这条路，确实靠自己披荆斩棘最踏实。记者吴永安采访报道。